大家好，我是周厚安啊，我在戏里面演的是努拉爸爸啊。那我今天看了第一次，非常感动啊，哭得快要快要想要离开了，真的快不行了。嗯，这部电影真的很惊人，它有非常非常高的高点，然后也非常非常低的低谷。那我觉得它是真的把一些很难真的去用语言表达的事情，用画面跟关系跟人讲出来了。那加上也有一些非常非常亮眼的地方，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孩子小孩们，他们都是一个一个巨星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部电影，我们的 big， 我们这个大事情。